他跟我是同一个老公哦，同一个老公，我想说结两次婚，然后结果就是在情人节的那天，因为我非常喜欢那个饭店，在 YKK 上面有个白色的饭店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嗯，然后的100多年历史，我很喜欢古典的东西，然后我一直跟他讲说，我非常喜欢这个饭店。那他就说，那你如果婚礼会希望在这样子的饭店吗？我就说，嗯，应该会不错。然后结果情人节有一天。